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我们今天来继续介绍一下2022 Subaru Outback 这款车。我们今天主要关注在它的安全性能和它的车内空间方面。我身旁的这款车就是2022年 Subaru Outback Touring XT， 说简单点，它就是 Outback 当中的顶配。2022年的 Subaru Outback 配备了全套的安全系统，保证您和乘客的安全，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安全的 Outback。 2022 Outback 配备最先进的系统，帮助新老驾驶员专心驾车。在美国，每天都有超过1000人因驾驶分心造成车祸而受伤。那 Subaru 获奖的 iSight 驾驶辅助技术，还有 Drive Focus 系统呢，就像一名专心的副驾驶员坐在您身边。当驾驶员分心或者是昏昏欲睡的时候，提供有用的警报。Drive Focus 还可以识别多达5名不同的驾驶员，并记住他们的偏好，包括座椅位置、气温设定以及外观后视镜的位置，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便利性。进阶自适应导航控制和车道纠正偏离系统呢，可以提供额外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只要预先设定好，它就可以帮助您转向、刹车、控制油门，同时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从而减少您的驾驶压力。盲点监测系统会在监测到您的盲点位置有车时，透过2个侧镜发出视觉警告。后方交叉车流警报系统可以在您倒车的时候提醒您有车流从侧面接近。倒车自动刹车系统呢，将在您倒车的时候可以自动停车，以避免碰撞。每个乘客都配有防撞保护。Outback 是在 Subaru Global Platform 制造，使用高强度的钢材，保障碰撞安全，更加的耐用。驾驶舱呢也更加的安静了。Outback 还配备了8个安全气囊，每个座椅位置呢都有可调节高度的枕头，并且标配环形的加强车架，以提供全方位的防撞保护。这些重要的安全工程特性，正是2022 Outback 获得2021年的 IIHS 顶级安全奖的部分原因。无论您在车里、电脑旁边，或在使用您的行动装置的时候，它都能够提供一系列互联服务，帮助您保护自己与 Outback 的安全。先进的自动碰撞通知功能，可在发生事故时提醒操作员，而 SOS 紧急求助可以一键为您提供道路救援。遥控引擎启动和温度控制可透过智能型手机进行存取，提供个人的协助，比如导航、预订餐厅和预约服务等等。这款车不仅安全，还采用了舒适的设计。2022 Outback 内饰全舱使用高品质的布感材料、高档剪裁和对比拼接，柔软的 Napa 真皮内饰，加热通风前座椅和加热方向盘，在每次驾驶前将为您带来更加舒适的体验。可提供选择的降压层压前玻璃和空气动力学后视镜，也使行车更安静。2022的 Outback 提供了109立方英尺的宽敞空间，让乘客坐起来更加舒服。即便坐满了乘客，也能剩下32.5立方英尺的货物空间。货物区域分离杆更加方便地叠起后座椅，提供最大75.7立方英尺的空间，可存放更多的设备。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了解这辆车的更多的信息，或者想要试驾一下的话，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这里还有收购二手车的服务，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汽车方面的信息和促销信息的话，欢迎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好，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